點解我要用光為呢個主題呢？就係、是我感覺到以前古代人咧認識空間呢種感覺咧，就係用有陽光、有陽光、有影咁樣嚟認識呢個世界。咁到咗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咁我哋多咗個叫虛擬世界。咁呢個虛擬世界，我哋成日每日都接觸嘅，一起身就打開部電話、iPad 啊、Mon 啊，係咪？我哋接觸最多。咁我哋進入呢個虛擬空間，最主要要靠眼睛透過呢、這個Mon 發射出嚟嘅光線嚟引入去呢個虛擬空間裏面噶嘛。咁所以我想用表達呢個時代嘅光啊。你見到我身後面嗰啲顏色都會比較熒光色少少啦。咁第一咧就係、是、mon 發射出嚟嘅光，通常都係偏冷、偏亮、偏冷嘅。咁我第一用咗呢個元素啦。第二點解要用熒光色咧？因為呢一種顏色係代表咗好人造嘅一樣感覺喺裏面。所以我就會選擇咗用好多熒光嘅顏色啦。我身後嘅作品咧，人哋感覺睇落面好似係冷冰冰咁樣嘅，咁其實係我哋每日日常生活接觸嘅一個模式嚟嘅。咁其實後面咧有好重嘅一個人嘅生活氣息喺裏面，你會慢慢好靜嗰陣時，你會慢慢感受得到。其實咧，我而家身後面嘅作品咧，就係、是、我上年啱啱開始一個新嘅系列嘅嚟嘅，叫做 #Rainbow 嗰啲嘅系列啦。咁我諗應該會持續一段時間咁繼續研究落去啦，因為裡面有好多新嘅嘢俾想法俾我玩嘅，係。咁至於你會再會見到一啲淨係得佢先會有呢、這、一個。反光嘅，反光嘅十字形，我特登用噴槍噴出嚟嘅十字形咧，其實就係我要提示翻我哋呢一個畫面，其實係一個虛擬空間嘅一個嗰啲坐標，呢啲坐標嚟嘅，係啦，大體上呢一幅其實係一張係一個二寸空間嘅一個大家集合嘅一張地圖嚟嘅，我哋共同創造一個新世界嘅地圖嚟嘅。